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然后今天是20213月18号凌晨1:30。那这个我先锋府呢忘了做这个武者的荣耀的功课，然后这一次呢应该是没有 NPC 啊，应该是没有 NPC， 因为呢我边工作后边关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也找了好准备480咯。好，480就是整整是8分钟齁。我想说到底可以找多久，因为之前那个无尽之翼啊，它是有那个NPC 的嘛，我有说那个 NPC 的动作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就是选牌的时候呢，它会先手齁放在一张牌，然后稍微停个 5秒钟然后选这样子。那这一次呢好像就没有设置 NPC 哦。那在这个半夜的时间呢，其实还没有到很晚啦、啊、完成凌晨1:30。不过先锋符人比较少齁，所以没有办法，那就哇，这已经找到500秒了，这个准备要即将9分钟了。不过有的时候找不到人呢，你就点个取消齁，因为有可能是这个网络卡住齁。这样看起来确实有点像网络卡住诶。诶，好像搜寻到当掉嘞。好，然后那我们重来一下齁 ,OK。好，我们重新一下。好，我们进游戏齁，然后哦，这是手处理包齁。哦，很像那个万解的那个动作。然后斗技大会哦，千万不要忘记了，因为我那个我为什么获胜了？为什么我获胜了？有没有记录啊？这一场是怎么回事？不对呀、啊，我没有印象，我有打过这一场啊，所以刚刚是搜寻什么样？搜寻到说这个自动打嘛？99欸，99就是代表他是 NPC 啊，这边有好多99哦，齁，这个262这个是正常人，还是有 NPC 啦，齁，这个齁，有没有这个怪名字，齁，有没有这一个齁，然后他的图案是就是一般的那个角色的图，然后你看下面这个 99,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 NPC 啦，齁，这个99应该都是 NPC 啦，那为什么我刚刚说半天这是怎样？这是自动打完是不是？可是我有跟 NPC 打过啊。可是刚刚那一场我搜寻了半天没有打欸。好，那我们再搜寻看看齁。不过如果说这样子一直搜寻到五分钟，那我影片要干嘛？好吧，那就闲聊吧。反正最近就是在打这个武者荣耀嘛。然后我主号的进度呢是有了。不过这个应该这个是有动的琵琶欸。那他应该不是 NPC 哦，齁，这个玩家应该不是 NPC。我有这个安置欸，可是我先不要放上去齁，让他不知道我在哪边。不过好像影响也不是很大啦。要放古王吗？有埃奇欧欸。可是前排我不知道放谁。好，放个古王好了齁。这样子。狼人会切后，狼人是在上面哦。埃奇欧，他中后会摆谁勒？摆谁都有可能哦。还有塞西利亚切后哦，所以说安置是可能不一定稳赢了，只是说胜率很高哦。我觉得我的奈拉稍微控一下场好了，奈拉控一下场，好，奈拉好了。OK, 奈拉拉卢克雷蒂亚，九红卢克雷蒂亚也不好对付欸，那我这边一定是安兹啊。他会换谁？干涉换位换不过来齁，因为这个安兹开场免控。这个分数很高欸 ,1600,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吧。然后我才会一口气跳到跟1600的人打、好，让我的安兹开大吧。我的古王卡在上面齁。还有我直接把那个我直接把卢克利亚给斩掉欸。好 ,OK, 过关了齁。然后这一位大大应该是正常的玩家吧。对，这是正常的玩家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大大。怎么样看 NPC, 等一下。我们看一下怎么分辨 NPC 喔、是不是点这个头像啊。不对，是点这个头像。齁，这个34-60。这是一个神秘人。好，这样我们知道了。好 ,OK, 好，这样也是蛮有趣的齁。OK, 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知道说这个是不是 NPC 了。那这样子不用看什么99了。我们点这个对战记录齁，然后点这个
这是一个神秘人，那就是 NPC 的嘛，所以说大概是这个样子哦。OK，好，那还好还好，所以这还是有 NPC 的那个机制，不至于说这个半夜睡不着觉，爬上屋顶啊，然后找不到人对打，这个一天如果说少打这个3次，45个这个武者的荣耀差很多哦。好，那这影片就记录一下哈，这个如何知道 NPC 呢？你就看你这个记录，然后去点他的头像哈。如果说这是一个神秘人，那就代表说他是 NPC 的。好，那影片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